月桃叶嘛吼，人讲肉粽叶啊，哦，肉粽，哎，要记，你们知道这个可以做什么吗？这个上面，哦，可以月桃叶，草莓，不是啊，月桃叶也花果，哎，它现在已经成熟了，哎，它可以做一些，哎，那个。人丹，他可能就知道了哈。他这个可以包一些粿啊、肉粽啊，做一些。他这个全颗哈，可以当绳子，可以编织。我们都全部都可以编织，它已经晒干了哈，也可以编织椅子、冰层。哎，各方面很多，还有手提袋，各方面的皮包，编制很多，还有可以做绳子，哎，它全部都可以用。看它钱。加油，冲啊！